大家好，我是雪秋。今天我们来跟 Money 玩一个小游戏。今天跟 Money 玩什么游戏呢？你们看这边有一箱卫生纸，这一箱呢，大家看一下。OK， 等一下呢，怎么跟 Money 玩呢？好，我们就把它丢在这边，拜拜。没有啦，我跟你们讲，这一箱呢里面有七袋，然后七袋呢里面有十二包，所以我们就拿84包卫生纸把 Money 困住，把 Money 盖一个家。哇！这一箱卫生纸呢，买了我700出，那现在呢，就一包一包的把卫生纸都拆开来。我觉得我们家 Money 的钱是一干是一只猫，它会躲在那个很角落的地方，跟猫咪一样。先让 Money 玩这个箱子。这样子，把 Money 困在这里面，进去。不要乱出来哦，你知道吗？里面很好玩哈，开心哈。你不是很喜欢小洞洞吗？打开了两袋，大概就是只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城墙而已。我们再继续加工。OK， 现在大概做一个门这样子。就是这样子，狗狗可以这样走进去，然后在里面玩。我们先看，先测试一下，曼妮能不能从里面出来？曼妮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曼妮来，来准备喽。曼妮，等一下，从这边、这边、这里，有没有进来了？曼妮进来了。哎，不对，啊，那是门，你把门给弄倒了。等哦，好棒，Money好棒，没有破坏掉门呢。很厉害哦 ，Money， 看，你被困住了哦。到底它是不是一个暴躁的狗呢？会不会突破门，然后就这样冲出来呢？不行，哦，坏坏，把门推倒了。我们必须把它的城墙再做厚一点，这样它就不容易推倒。再一次，哇，糟糕！是最后一袋卫生纸，你的房子就有一个格子啊，妈呀！算了，反正就这样，这就是你的城堡了。房间不要那么大好，我们稍微做一个延伸的小房间，这样你可以走过来，后门直达你的屋子，好了，这样感觉不错，有没有？这边就是可以进去你的屋子。你怎么那么乖啊，在那边等我。来，最终章办正事了。你知道还有一根甲骨，对不对？你要乖才能揉破它。所以呢，这边就是 Money 的房子，然后这边是一个小走道，然后可以进去骗他进去陷阱屋。等哦，甲骨在箱子里面了，我把它丢进去了。Money 很惊动，想要走这个走道，不行，要拍手才有，不然打爆你哦。顺利，哎，你没进去，整个身体要进去。Money 好吃哦，妈妈你进去了，好可爱哦。啊，你看他又再走回来，虽然说城墙有一点破坏，但是这个修补一下不是问题。好，我们就让 Money 自己玩， Money 很开心哈。Money 要第二次进去了，他喜欢我做的屋子，再进去一次。爸爸要进来。干什么？找啊，爸爸。啊，妈，你跑走了。哎呀，今天影片就这样简简单单结束了。喜欢喜欢，不喜欢不喜欢。以后要多多陪妈你玩，不然妈你太孤单了。再想一些比较有创意的陪他玩，这样。大家可以留言说你想要看我怎么跟妈你玩这样。好了，大家我们包包溜。